孙艺珍和全民结婚后，迎来宝贝儿子的诞生，婚后的两人也越来越高调。日前，孙艺珍跟大方在社群晒出老公视角，大赞对方拍摄技术进步了，闪瞎众人。然而近日，她登上高尔夫球的网络频道，透露上节目前有拜托玄彬一起练习教我打球，公开放闪老公。节目中主持人更问道：“在你们的婚礼上，男宾客都说玄彬娶了孙艺珍好好哦，女宾客则羡慕你嫁给玄彬。”听完这番话后，孙艺珍竟笑回：“比较起来的话，我比较可惜一点吧。”暗指玄彬娶了她更幸运，一番话笑翻众人呢。